很多宗教啊，都是以神的教。你比如基督教、回教，这是世界很大的宗教。他们成立宗教呢，喜有这个人物，比如他们叫先知，或者说这个提倡一个理论啊，我们宇宙之间怎么世界上宇宙万有为什么会有啊？他说有一个创造的神，这个创造的神啊。可以创造万物，创造我们人类，创造所有一切的东西，所以世界很多宗教啊，都以神的教，佛教呢是以人的教，就是一个人经过求知识，智慧高，有很高的道德、仁慈、智，他就这个。对这个思想，世界这个思想啊，比如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人怎么会出生？哎，他有这个思想啊、知识啊，来建立理论。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啊，是历史上的人物。我们现在所讲的释迦牟尼佛，也就是说，2500年以前的释迦牟尼佛的故事啊，经历将近五个。我大概平均一个月讲一次，不过没有关系，前面没有听没关系。我大概一个故事啊，就是讲佛陀一生的一个部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一生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讲他一部分的事情，所以前面你没有听也没关系，后面你没有听也没关系。所以我们每一次啊，就讲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佛陀的修道。我们前面讲佛陀出生，以后幼年、青年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他是这个王族出身，后来放弃一切的所有的享乐，出家了。我们讲他这个为什么要出家，以前都讲过了。出家以后做什么呢？就要修道。修什么道呢？我们佛教讲修行。修行这个解释可以很多，但是以佛教啊，它是修行啊，它还是有它这个重要的意思。我们平常讲修行。修心，把你这个心啊修好了，或者说我们要做一个好人，不要做坏事，也叫修行。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讲修行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佛教徒啊，跟佛学习，我们学什么呢？这个就是修行。我们要学佛修行，所以讲啊，修道啊，道是什么呢？道就是修行，就是我们这个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在佛教讲啊，修道就是说，我们比如修戒定慧，你作为一个佛教徒，你明白佛法的道理，佛教讲啊。作为一个佛教徒，你要修行，在什么地方去修呢？这一个小持戒，就是我们一个人啊，你要建立这个道德的根本。嘛，人需要立身处世啊，这一个要立德，你要有道德的基础。等于我们世间人人讲，人生的世间，你要把人做好，人做好啊，你就要。佛教讲啊，你做一个佛教徒要修戒，要持戒，在家就是有五戒、八戒，出家有比丘的戒，你能够遵守，也叫修道。第二种修呢，修定。我们每一个人啊，生在这个世间，
你要使得这个身心啊得到安定，你安定才能得到快乐。哎，你假如说一个人啊，这个心情不定，心里很乱，很烦恼，身心不安，所以出家人啊要修定。哎，就是你要有定力。当然修定力有很多种啊。主要就是使我们这个身心啊能够平静安宁下来。所以佛教讲啊，这个持戒也是修行，修定也是修行。第三呢，我们每一个人要有智慧，就是你要明白道理，明白真理，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什么不对，也就是善恶要分清楚。我们一个人，你只能做好，向好的方面去做，向这个恶的方面，避免去做。要增长我们的这个智慧。你看，又有智慧，又有道德修养的人，智慧很崇高。所以我们这个持戒修定。求智慧就是我们修佛教讲啊修道的方法。或者我们再把它详细讲，你修八正道也是修道。这个修八正道呢，就是怎么样调伏我们的这个身心。总之就是简单的讲啊，还是不缺讲台的这个戒定慧，佛教就是三学啊。就是我们这个修道，就是学习持戒，学习修清定，学习求智慧，这都叫做修道啊。当然呢，这个有种种的方法不同啊。再看这个第二个图啊，这个修行，它每一种宗教或者每一种人。甚至于世俗的人，他过生活有生活的方式。我们这个出家人或者佛教徒，也有一种方式。这个地方我讲啊，释迦牟尼佛因为最后这个舍弃这个世俗的生活，这个做这个沙门，沙门就是做出家人，比如说你们作为做居士、做在家、做在家信徒，五通用通法师是出家，这叫出家的生活，对不对？是不同。所以说沙门什么意思呢？就指的这个宗教是过宗教生活的。你比如佛教之中有比丘尼，这个天主教有神父，基督教有牧师。比如现在这主门这个做传教的工作，所以这叫做沙门生活啊。因为世界上的宗教不同啊，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情况。所以释迦牟尼佛个出生在印度，当时要过印度出家人的这个生活。这个地方啊，我分这个三节来讲。做沙门，也就是做一个出家人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了。第一个，他就是释迦牟尼佛舍弃王宫以后呢，就出家了。第一个就是说，做在家人啊，可以长头发，可以甚至于头发做种种型。你比如说现在人发型有很多种，你留头发就有很多种发型。但是呢，作为一个出家人呢，要持住须发，须就是胡须，比如男众他有胡须，有头发，女众也有头发，你做一个沙门呢，需要头发要剃光，你比如说在戒律之上有规定，出家人的这个头发啊，你长啊不可以超过一寸。因为现在剃头很方便在古代因为这个没有剃刀很少了，都用这个比较粗的东西去剪，
就是主要就是不要留长头发，啊，不要超过一寸，所以做一个沙门，要这个，齐头发。这个我讲啊，叫会见下发，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看这个图，我们这里有个图片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离开王宫了，就出家了，哎。他先要把自己的头发给剃掉，他那是个没有剃刀，因为他出去的时候，他是王子，身上有这个剑呢，有这个很锋利的这个剑，所以他这个到了这个出了王宫以后，到了这个郊外了，他就自己用剑把这个头发给这个慢慢这个剪断或者割断。会见为什么会见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就用释迦牟尼佛的他的这个决心就修道，要求智慧，所以要做沙门出家，是很有智慧的，不是普通人啊。一时这个我把这个头发去掉，不是，他是很勇敢的，有这个普通人的生活过出家人的生活，把这个头发去掉，是不是？就会见。扎沙门铺，你做出家人，你比如说我同永通法师从你是中国出家人的这个生活，那个南充比丘呢要披袈裟，所以这个做沙门呢有沙门的样子，有沙门的服饰，接下来呢叫应付吃食。在印度的风俗啊，你做一个出家人，他在寺庙里呢，我们中国不同了。中国因为这个寺院到了寒带的地方，到中国出家人呢，出去踏步也没有人供养，人必须要吃饭呐。所以中国到了中国出家人就有寺院里面呢就有厨房，这个要每天要做两餐三餐，比如。在印度的风俗啊，你做一个出家人，他天气热，而且他那个当时流行的这个出家人就是这个给信徒去供养，到信徒家里去求食，就是沿门踏步，要过这个。所以做一个出家人呢，第一个需要嘛胡须头发要剃掉，以后呢穿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衣服，再其次呢。就是你要过踏步的生活，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没有出家，在王宫里面，吃最好的美食，最好的饮食，出家以后呢，要过出家人生活，他早上啊，要去沿门踏步，给信徒供养，这是印度的风俗啊。那个第二个，有形之摩揭陀国。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啊，他是生在印度的北方啊，印度的中北方，也就是说，印度的同尼泊尔的边境。假如我们看地图啊，东边是中国，向以后向西走了到新疆，新疆以后到中亚。以后呢，在这个中亚的南边呢，有印度，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生在这个差不多这个中部印度，就是在印度的中北方。你比如印度的南方南边以后去到南边呢，有这个斯里兰卡西边呢。这个以后呢，就是印度洋，东边呢，印度拉班，比如这样的。他就这个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呢，他在这个在中部印度，中部印度啊，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国家叫居舍卢国，或者说释迦牟尼本身也是一个王朝，他是一个小国家。
就是指甲臭啊，或者是甲皮如垢。这个甲皮如垢啊，它出家以后啊，因为受于这个印度的比较不方，他出家以后啊，他要去修道，要去拜访名师，实际上他要去走很远地方去，去求下，访问名师，就走到这个去到这个摩揭陀国。我们看这个图啊，这个图也有。你看那个靠近那个北方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一带，有个甲毗卢沟，就是释迦牟尼佛出生的地方。以后啊，古代不像现在印度交通这么发达了，啊，有的人是走路，有的人是骑这个骑马或者什么东西，啊，或者坐车，坐那个人力车、马车啊。走，所以从这个甲毗卢沟啊，要走到这个向下方走，南方走到这个摩揭陀国，这个摩揭陀国在这个大概在这个家了。我们假如照这个地图看呢，大概有多远呢？大概有30多公里，30多公里啊！你现在火车啊，什么东西，马上就到，当天就到了。几个小时就到了，啊！你在古代啊，你要人要走路啊，30多公里，要好多天呐。你比如我从前我在家乡，我们在江苏，你从江苏的苏北到江南，到上海，到南京，你晓得要几天呐？要2、3天，要走路，人力车。或者坐船，你才能到。现在从我的家乡啊，到上海到南京多少时间呢？不到2个小时。高速公路啊，快车，你看到交通方便了，古时候是很难的呢。是释迦牟尼佛啊，他为了这个当这个摩揭陀国，摩揭陀国啊。是当时印度十几个大国家，还有很多小国家。它是文化巨发达，宗教巨发展巨弱，很多名师、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都在这个摩揭陀国。照我们现在在讲，等于就是说，像美国的情况在这地方呢，在华盛顿地区，比如这样讲。当然了，每一个地方还有它的特点呢。在中国讲，现在的北京啊，北京它是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或者说上海，就比如这样讲，它一定要到那个宗教发展啊巨发达的地方去拜访名师、求知识。所以释迦牟尼佛啊，要去从他的家乡。甲毗卢沟或者聚散卢沟，要去的这个摩揭陀国，目的什么呢？就是到那里去拜访名师，啊，修下这个宗教的这个知识。我们看第三个啊，第三个摩揭陀国平首卢王往返，因为释迦牟尼啊。他虽然在印度出生，他是一个小国家，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种族很高贵，而且释迦牟尼佛没有出家之前呢，他的知识、他的智慧就是很高，再加上他这个求道的这个心啊很切，所以他到了这个摩揭陀国啊，摩揭陀国的当时国王啊。我们就打个譬喻样的，当时的摩揭陀的国王平首卢王就等于像现在美国总统一样，全世界的具有权威、具有权力的领袖。他对于释迦牟尼佛也很认识，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出家了。这个摩揭陀的这个国王啊，特别去见他，见他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才能，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个智慧，希望啊他呢帮他治理国家，啊，甚至希望他做这个大臣，帮他治理国家，才有这个目的，啊，但是释迦牟尼佛很决心，哎，一定要出家求道。就等于我们中国宣扬一样的，宣扬大师，你看他在中国的这个以后，特别到印度去求经，到了中国的新疆啊，很多国王对这，因为中国的宣扬大师啊，他非常在宫里很有名，他在路上走的这个，很多人就羡慕他，羡慕他的才能，羡慕他的智慧，希望他这个啊，这个不要去印度去求经。哎，你最好帮我治理国家，我给你高官大臣啊，这个很高的位置，等于有这个意思。好，我们这个上面是三年讲了啊。我们现在两个图也看过了，再看下面第二个，他去摩揭陀国有什么目的呢？第一个寻访名师。因为释迦牟尼佛他自己随俗出家了，他目的是要求道，求道就是你要拜访名师啊，这个拜访名师啊，我们就看这个下面有六条五条啊，他拜访啊，当时印度啊这个宗教，在宗教界或者在这个道德这个修清定啊，这个修就像中国古代的这个啊一种到这个就到禅宗里面去修行的这个啊，就这个求道的人，当时有两位西人啊，所谓西人就是像中国的这个比你的这个师叔啊，到这个比较乡村或者你这个名称啊很有名的地方啊，去修道。当时有一位西人啊，就先拜访这个乌鲁鲁县西人啊，跟他学习什么呢？学习无数有定。无数有定啊，这个也就是修定的。我们讲佛教修道啊，要这个要持戒，持戒就是培养这个道德啊，做一个很好的人啊，培养这个慈悲心、细心。以后呢，你要修清定。印度人啊，早期啊特别注重啊，在戒定慧之中啊，修一般持上清定。所以这个无数有定啊，照佛教讲啊，我们佛教讲有世间定，世间定啊分有九种定啊，就一个是欲界定，以后呢色界有四情定啊，无色界有四空定，这个定力啊是一阶一阶的很高。以佛教的正统讲啊，做一个出家人或者在家居士，应当修四禅定。为什么要修四禅定呢？就是说，你修初禅定、二禅定、三禅定、四禅定，又具足啊，它就是具足定同慧。定啊，就是说它有定力，初禅有初禅的定，二禅有二禅的定。到四禅有四禅的这个定，这个境界是啊，但是呢，它同时啊有具足智慧，所以佛教讲啊叫做定慧准等啊，你才能了脱生死。你反而求那个很高的禅定啊，很高的禅定，到了无色界，到无色界啊，它有这个。这四空定就是空无边处、色无边处、
非非这个无处有处，非非相处，这个都是比较特别的名字了，我们在这里不讲。所以他这个四个定啊，就是你多了修行聚合啊，你会忘记掉自己的身体，忘记自己的心识。哎，就是说你把这个所有的外面的这个境界，对于这个身心的境界统统都忘记掉，就叫做身无明处啊，色无明处，色就是我们的那个心的状态了。身无明处就是我们身体是属于物质的，所以叫空无明处。哎，这就是把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外面的境界都忘记掉，最后这个心都忘记掉，这个心啊完全绝对的这个静止了。到了第三呢，就是无处有处，所以啊，这个身从心里这个状态，这修这个清净身啊，都忘记掉了。所谓人俗相忘，哎，忘记掉自己，忘记一切的境界，是非常深啊，这个定，是叫做无处有定啊。这个境界在当然了，很难修了。但是这种境界是很高，但是呢缺少智慧，因为你一个人啊，这个心完全静下来了，外面的境界要忘记掉了，自己身心要忘记掉了，他只有定很深，但是没有智慧，就等于我们这个人啊，你什么都不想，我什么都不能引诱我，我这个很定。但以定力强了，但是智慧不深，就是缺少这个智慧了。这叫无处有定啊。就是这一位仙人啊，他这个定力很强，他修的这个，把自己的身心都忘记掉了，也就是外面的一切境界，自己内心的一切啊，心识。都没有了，这叫无处有定。这个是主要名字了啊。我们当然要常常读书，才知道它的特别的意思。他是北方这一个先生，第二个到解放了，又读儒家先生，也是一位啊，这个修清定最高的人。他这个定力是什么呢？叫做非非相定。这也是个专有名字。这个非相非非相怎么解释呢？非相就是没有相，非就是不是吧？就是说他这个清净修清净修的就没有思想了，没有想力呢。你比如我们一个人啊，你这个对事情的认识，你需要想有念，你才能认识这东西。他这个定胜呢，你是一切都忘记掉了，一切都没有想都不会想了，想不会想，那同死人一样啊，不是不是死人呢？这不是死人，他就是这个境界啊，非常深了，所以叫非相。非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他没有想了，但是人还存在，人存在就有这个形式存在啊。不过他那个境界很深，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初想没有了。你比如我们人很初想啊，一想想到这个，想到那个，想得很复杂，这个很就是我们这个想这个思想啊，或者这个念啊，很粗糙。他虽然这个境界很深啊，但是他还有这个非常微细的这个心理作用，所以叫做非非相。这个名词解释比较难了，大概就是说什么状态呢？就是我这个清净身了，你把一切想都忘记掉了，一切都不会想起来了。但是他人还存在，就是初想没有了，但是那个非常微细的还存在，不存在就死亡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清净一种心理的特别的微细的境界，
他这个修到这个境界了。刚才我同样讲，这种定啊很深，我们很不容易修到，但是呢，不产生智慧，因为定太深了。你比如说这个人定力太强了，你怎么引诱他？你引诱不到他，他因为他定力强啊，但是呢，他没有智慧。所以佛教不主张啊修四空定。你可以达到那个境界，最好是修四清定，因为四清定啊有定力又有智慧，你有智慧你才能解脱生死。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讲这个名词啊，我们在讲实在这个定力也很难解释了啊。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啊，他经过这两个印度当时啊最有名的修清定的这个名师，一个是修到无所有定，一个修到非非相定，但是修到这两种境界啊，还不能解脱生死。定很强了，但是呢，你这个一人这个心为一恢复普通的境界啊，因为我们修清定，你比如说在修，你定力就会有一点，但是呢，你一确定以后啊，又同普通人差不多，比如这样讲，所以啊，不能聊生死。以后呢，是因为经过这两位最高最有名的这个名师指导修清定。都不能接触生死，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啊，就是说悉达多太子了啊，到一个地方，就是看自在鸟，与苦恨林修苦行流年，这是当时啊，印度啊，这个做沙门，不管你做佛教徒的沙门，或者是做其他的这个宗教，都要修。主张修苦行，我们这个行啊，行什么意思呢？行就是我们平常修行的这个生活的方式。这个行有苦行、乐行，不苦不乐行。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所谓苦行呢，也就是说你这个修行尽量的。克服自己，过最简单、最简单的生活。因为人的这个你欲望一多了，我们就比这个世俗的财物啊、名利啦、什么东西所左右，或者那个是贪欲心去升起了。所以佛教讲啊，你主张修苦行，就是生活啊，到了又简单又好。又简单，你烦恼这个又少。我们这个人啊，都是希望物质很丰富，物质一丰富啊，我们人就烦恼。钱财多，什么东西多，反而是烦恼。你什么都没有，啊，虚云生活苦一点，他反而没有烦恼。你比如我们这个举例。有的国家很贫穷，有的人他很难喝，他只要有三餐吃，他就觉得很快乐了。那个很富有的人啊，他三餐吃了饱了，他还有很多种太多的想法，怎么样子怎么样子，你欲望无穷，欲望一多了就有苦恼。所以我们这个物质多啊，你不会利用这个物质，你就会被这个物质所奴隶。所以，这个印度当时这个出家人啊，他一种修苦行。我们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生活又简单又好，东西又少又好，这叫做苦行啊。第二种叫乐行，乐行啊就追求世俗的生活啊，希望有什么东西又多又好，也就是享乐主义啊。享乐主义有什么呢？容易堕落，
你假如没有道德的那个，或者没自己不能克服，你这个欲望无穷。所以苦行当然是一般人说生活居简单了，或者说没有了，施加的有点苦。那行同样你会比那行多了。你看世界上有很多有钱有地位的人，他生活行为很浪漫呐、或者生活行为很坏呀、佛教主张啊，到最后叫不苦不乐行，这个叫行。我们现在因为当时印度啊出家人啊，做沙门，他比较主张啊修苦行，就是人有克服自己的不要啊，我们大概是一种是这个这个药啊，是一种爱药。所谓爱药啊，就是说人与人啊一种这个坦爱，这个爱是坦爱了，不是指的人爱的爱。爱药中，你比如说爱芹菜，爱什么东西啊？第二种是贪，就是这个贪求太多，欲望啊，就是增加我们的烦恼，增加我们的痛苦的根源。实际上，这个佛教主最后释迦牟尼佛也悟到了，就是说人生啊，太苦了，什么都没有了，太缺乏了，也是痛苦。这个你是修这个一个人主张享乐，也是一种不好，也是堕落啊！要主张不苦不乐行，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后啊，因为依据当时印度的这个风俗，作为一个沙门要修苦行，所以释迦牟尼佛最后啊，离开南美这个闲人了，就到这个苦行林去天天这个修苦行。修苦行修得怎么样呢？最后神奇啊，一天只吃很少的东西啊，神奇。一个手，我们看这个一个图片啊，这一个图片，这个叫做苦行相，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个居处，依据当时印度的风俗，就是这个要追求修苦行。结果释迦牟尼佛经过六年苦行呢，身体求道的意志很坚强，结果一无所得。为什么呢？你修苦行，你修的方法不对，同样是痛苦。所以释迦牟尼佛经过这个六年的这个探索啊，修苦行，最后他放弃了。放弃是什么呢？要修不苦不乐行，就是说我们一个人，你还是要过简单的生活。但是呢，就是说，比如饮食了、住的地方呢，还要简单。但是呢，有了就好了，你不要追求多，就等于我吃饭一样的，我吃两碗才能饱，你去吃两碗。你不要贪求多。你生命能维持，我一天吃一餐也可以，一天吃两餐也可以。就等于这样子的，你不要去追求太多的什么啊，怎么样好？怎么样丰富？所以最后啊，释迦牟尼佛修这个六年苦行啊。我们再看第四点，佛陀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啊，经过六年苦行，结果是修失败了，就是六年苦行啊，不能解脱，也不能去除烦恼，只有。就是薄薄的受苦，你看甚至受到那个样子，最后这个修行的力量都没有了，几乎要误死了，要受死了。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个就放弃苦行，也就是修苦行失败了。经过六年的修行，他经验了。觉得修苦行不是解脱烦恼的方法。
这个自私点本来六点啊，我这个答错了，这个私有两个，这个无就是阿摩利贪的。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啊，居合方丈六年苦行，到那个印度切耶啊，菩提切耶，我们现在叫菩提切，释迦牟尼佛方丈修苦行，就到这个菩提切耶去修行。修行怎么样呢？就是一个人找一个幽静的地方，环境很好，有树木，有一棵大树。这个大树呢，就是后来的菩提树。他在这个菩提树下呢，一个人很静静的，在这个思想，在一种诚实啊，这个就是也是修定了，就是慢慢这个去，也就是寻求想这个真理，怎么样去真理能发现真理，当他这个境界啊越过越好，清净越过越深，智慧越过越多，结果呢，有一个就是阿摩的试探，就是这个啊，很多这个魔王啊，魔王、魔子、魔孙来打扰他。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问了：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在菩提树下自己在修清定，怎么有魔王出现呢？我们就要答应了。我们照故事想啊，有很多什么魔孙魔啊，种种的魔王啊，魔子、魔孙、魔女啊，还有这个图好种种的，好像那个画成图片。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的这个阿尼。心里的烦恼，你想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印度，他出生是王子，将来可是做国王，智慧那么高，当他住下来的时候，心很静的时候，就是思维想探求真理，但是人呢，你这个有的时候思想会不集中啊，就想到哎呀，我过去啊在王宫里面多享受啊，哎呀，又是美女又是什么，这个就是他的烦恼，就是阿摩来扰他。因为呢，他这个一个人的求道啊，这个道又求不到，这个心里啊烦烦烦烦的，他就一想，有的这个想到啊，我要修清净，有的这个想到哎呀，我过去生活多富有啊，多享受啊，这个就是他的魔王，也就是一种不好的念头生起来了。回想他过去，哎呀，我这个幼年的生活的这个做王子的生活啊，都是这个，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一种心理的一种不好的心理的感受了，就像那个魔王一样，所以这个阿摩的试探，就是他心里面不断的这个心里面这个心念呢不断的升起，回忆过去，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在世界上就是这样，我们人过了一生，常常在幻想这种想，幻想过去，哎呀，我过去生活怎么好，我现在不好了，对不对？我现在老了，身体不好了，都是这样的。或者就是幻想呢，推想啊，我将来怎么样？我希望将来怎么样？但是不能把握现在，对不对？所以佛教修行是怎么样的？不要想过去，也不要幻想将来，最重要的把握现在。做现在一句话，就活在当下。这个意思大家都会明白。我们过一个人生活，就是说，过去你不管怎么样，你不要去回忆，不要这个脑子固定在过去里啊，也不要幻想啊，我将来怎么样，那个是不现实的。只有把握现在去现实。
所以这个阿摩的试探呢，我们可以说是不好的信念，是一种烦恼的干扰。所以就像那个魔王啊、魔女啊、魔神啊，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形容他当时一种没有开悟之前的一种心理状态。到最后了，这牛田啊，菩提树下成等正觉，最后佛陀啊，在这个菩提树下，经过这个七劫时，有人说七天，有人七劫，七四十九天，欢迎一天大家大悟，也是叫做成道。啊，我们下一次再讲，今天时间到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就是释迦牟尼佛修道的情况啊。好，我们今天因为这个是美国圣诞啊，所以今天那个弹钢琴的对吧？有没有嘛？有没有呢？来了啊！我们的好，等一下，等你发。